OK， 然后各位贵宾在船上不能抽烟，也不能电子烟，也不能。
且是抄家，把你整家人都这样反应的，就是一个纪念碑，好，上面有四个字，底下你们看是什么字，上面告诉我，猜中没有奖。那这个井呢，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华井，那我们本地也叫华公啊，哈，那这个宝山亭就是它原来的。是录影机啦，录影啊！他老板很帅、嗯。你来，你来。台湾。是啊，来我们大爱假刷冰啦，大冰，那个是马六假刷冰。我跟你说哦，这个鸡呢是 made in 台湾。哦。对呀、啊，台湾的，台湾的鸡比较耐，耐用。这是椰奶哦，跟你说，这是白色的，是椰奶，这是椰糖浆，嗯，好好吃的。你来马六甲就要尝一下我的椰刨冰，嗯，哇，漂亮的刨冰，给你来一个三角形的，来，嗯，这样是多少？那我给你多多留点酱，不可以太多。这是你们台湾的鸡仔吧？嗯，金鹿是不是？对，它是那个金鹿粉条，来，用金鹿粉，像刚刚讲的那个。对。